前几天买了个包，北邮迟到了，肯定又要着急，但办法都是影响的。北邮，我有个礼物要送你。啊，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有礼物啊？当当，我早该知道你就是想整我。没，我这可是特地给你挑的项链，4000多呢。哦，多少？这4000多？啊，刚好搭配你的 OOTD。哈哈，你让我相信这个东西4000多？你别逗了。你没事吧？你是出生大冤种吗？你花4000你买这个啊？哎，你看，调节长度能当手链，哎，这单个的还能当别针用呢。你这就是别针吧？你这跟外面2块钱一盒有什么区别啊？不是，当然有区别了。我知道，2块钱一盒的是智慧版，你这是智障版。哎，你赶紧把它退了，这干嘛呀？这用这什么东西啊？退不了。这为什么退不了啊？因为它是赠品。赠品？啊。嗯，真好看。这有多少钱啊？12000。这12000？哎，但他送了两个项链啊，你看，刚好你一个，我一个。4000。嗯。这也4000。嗯。那这意思，这包4000块钱哪来的？嗯，对呀、啊。这么便宜吗？划算吧。4000块钱买。这什么礼物啊？礼物？你怎么突然送我项链？送你项链怎么搭配你那12000的包拍照片啊？什么意思？难道用你这个2块钱的别针吗？什么别？你都知道啦？哎，我很像个傻子吗？你这个毫无质量，连个 logo 都没有的东西，一眼就看出来了好吗？啊！而且12000的包送8000的项链，他们老的问题，我老的问题。那你怎么不拆穿我啊？不就是怕我说你吗？来包开心吗？开心，那不就得了吗？